我于天天能泡个热水走了。好嘛，门儿，门儿，一会儿跟老泡澡，门儿，嘿嘿嘿嘿嘿，门儿，看你笑的扯的，门儿，嘿嘿嘿，哎呀，你看你个尿不湿呀，门儿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门儿，看见了，你看从劲儿上看见了，我什么呢？嘿嘿嘿，哎呀，你也是喜欢舒服的啊！小心，哎，妈妈去叔叔那边了，你也不想妈妈是吧？嗯嗯，哎呀，你给抄家呀你，来，嗯，哟，不能扔东西，闹骨头，嗯，一会儿给你热点奶粉吃吧，哎，你看，又扔，对，扔掉那个扔掉，对，扔掉。哎，可以的，对，扔掉。对，高兴，啥都扔掉。对，扔掉。哎 ，good， 看，哎呀，看床上的黑的东西都给啥都扔掉。good， 哎，这么高你能下来？哎呀，这个床可是高了，快1米了，你给我爬下来。扔掉，对，高兴，扔掉，对，看把这黑的都扔掉，扔掉，来，高兴，来，高兴，哎，对，扔掉，哦 ，good， 扔掉了，行了，你还知道床上有黑的东西都扔掉了啥的，来下来吧，我看你这么高咋下来，嘿嘿，哎呦。哎呀，比你高也跳下来了，谁了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。我也死了。快，看高兴。哎呦，你看。哎呀，我没看，我看这个就是。哦，你只顾看上面，脚下有高兴，你也没看见。扔在床上，扔在床上，床上不地下好玩。把电视给他打开了。嗯，小姐，哎，把电视给他打开了。看看，小姐，昨天听我的是不是就这么了？啊，不用让蚊子咬了，我现在想起那个蚊子我都。心里发慌了，这个地方的蚊子多了，人家这个宾馆最起码里面还插了个电蚊香里，一天24小时插的。我现在奶粉，奶粉小面包，我现在奶粉小面包都有了。小心，自己能下去了，这么高。会有他高也给爬下去了。高兴，哎，高兴，看啥？不看爸爸了？那个不能吃，妈妈弄头发的。高兴，哎，先不给他吃，先出去，你给他拿出去一会儿吃饭给他吃，哎。行了，那你跟叔叔跟妹妹出去吃点啊，看想吃啥吃点啥。我回去了啊。哦，我是咖喱饭真是吃不惯了，回来时候给我拿两瓶啤酒啊。啊？嘿，没听见？哎。
高兴，你别害怕啊，你别给我在地下害怕。知道，我吃咖喱，给我弄了点烤牛肉回来。麦小金，烤了点牛肉回来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弄了三瓶啤酒。咋了？你吃，好，一会儿爸爸给你吃。哎，他们出去吃东西，早餐我不吃了，去下面吃。苏哥，苏哥，手机。取点钱就赶紧回来吃完东西啊，然后咱们去拿便利啊。说我是多睡会儿啊，不行了，下去了。啥？好了，手机吃个饭，拿个东西，你回来收什么？行吧。吃个东西还收拾家，你先吃完再回来再收拾。中午正好去那边呢。把高兴又弄起来了，睡得香的又弄起来了。醒了？高兴醒了？你看。高兴。高兴。哪醒了？你看。没醒。刚刚睡了，现在还有你们这个出门是真费劲儿，真的着急。啊，出去把那个橘子给那个老太太、老爷爷们送了，去趟南平店，明天回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，闷了一晚上，难受死了。手机把房给续了。他们送过来东西，他太老奶奶，你看很多人过来，还刚刚，刚刚还有很多那些在这个一个车了，是不是老公？你看一下。爷爷奶奶不是姓这个吗？爷爷，正好是。走，去外面。正好就是南比尼这个佛祖出生地的地方。这个橘子是没有多少钱，就是车，自己有车的，所以说拉过来就送他们了，送了他们，带他们去庙里面看一看去。你要说说和说一下。这里面就一个年轻的，一两个年轻的都是走不动的，都点老头老太太了。楼上的说挺多挺多，会给他们分点剩下，再去那个菩提庙那儿再给点。这是也是等我替爷爷奶奶尽了孝心了，爷爷奶奶就喜欢这个，就爱这个，就喜欢这个，信这个，没办法。